好，继续再看到一直强调科技融入教学的教育处，将这一次疫情的危机化为转机，与线上教育平台学习吧来合作，共同规划科技融入自主学习的认证课程。那么线上使用数据成长了20倍之多，成为目前学习吧全国师生人数成长速度最快的县市。Okay, kids, can you hear me, Samson? Can you hear?一直强调科技融入教学的教育处，这次将疫情的危机化为转机，与线上教育平台学习吧合作，共同规划科技融入自主学习认证课程，效果相当不错。线上使用数据成长20倍之多，成为目前学习吧全国师生人数成长速度最快的县市。因为过去老师可能他自己是用自己的教学，可是如果说在平台上面有更好的教学的一些模式，而且他可以做彼此之间的交流跟分享，我觉得这个对老师的成长是有很大的帮助。当然老师的成长相对来讲，我们学生就能够得到更好的受教的一个回馈。而因应城乡环境以及师生不同的学习需求，学习吧将纸本素材转为线上使用，并提供客制化的教学环境，让老师在共备课程下更有机会发展出特色课堂模式。发现有些老师的线上教学的能力真的非常强，非常棒，上课也非常有趣。那像这样的老师，我们希望说他能够发挥更大的功能，他不是只有教自己班的学生，是不是能够把他的这样的好的教学方式透过网络的传播，透过线上教学，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来接受他这样线上教学的服务。也期待透过科技融入教学，可以给师生们更多元的学习风貌。记者陈彦如，台东市报道。